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着美国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。好，谢谢你唱歌好不好，你们跳舞行不行？那个你的声音感觉还没有完全变完全。好的。如果我说你可以靠脸就红，你会高兴？肯定不适合，但是可以练。好，声音还挺干净的。你的舞呢，也不是跳得太成。老师的工作就是你的外形，脸型的大小、身材都适合当艺人。但是我除了好看之外，我也不能。